向美方买 F-35 的构想做一个正式提出，有没有这个东西？我们一空军的作战需求有提出这个方案，所以的确是有，是三个中队吗？是架次之名我们不讲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有这个需求，所以的确有提出来了，因为它符合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需求。可是你们发言人第一时间好像说这个媒体报道是有错的，所以是请假，这些他们的作序的性能是有，所以的确是有向美方提出 F-35 A 或 B 不管哈 F-35 的这种需求在清单里面。好，空军讲。Started with a trip here to Taiwan. And the reason, to me, the reason it was important as the new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6 years ago was in order to send a powerful messag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. 除了 Royce, 美国两位共和党参议员 Cornyn 和 Inhofe 更致函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出售 F-35 或 F-16V 战机给台湾，强化台湾防空能力。共和党的议员在川普总统任内一个接一个为台湾推法案发声，成为一股友台的坚实力量。共和党参议员柯宁 John C-O-R-N-Y-N 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资深议员因霍夫 Jim Inhofe 日前联名致函给美国总统川普，呼吁售台 F-35 战机。因霍夫进一步表示，他对川普军售 F-35给台湾相当有信心。根据华盛顿自由灯塔报道，因霍夫表示，
有鉴于美国对中国经济、军事崛起的关注，他相信川普将会接受售台 F-35 战机的建议。中国近来对台文攻武下不断，让台海局势再度成为全球关注焦点。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专家葛莱伊 Bonnie Laser 直言，中国武统台湾是得不偿失的行为，且有很大的几率美国会出手介入。葛莱伊接受多维新闻采访，被问及中国海军明日将在福建沿海进行实弹军演，加上日前结束的南海军演，是否是代表中国从未放弃武力统一的选项？葛莱伊指出，以中国的角度来看，武统付出的代价可能比获得的利益还要大，对中方来说得不偿失。葛莱伊还提到，若在台湾没有对中国做出挑衅行为或是破坏台海现状的情况下，中国仍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，那美国就很有可能会军事介入，同时川普也可能考虑售台 F-35 以增加台湾的防卫能量。